Elva 得怪病，萧亚轩退 1.2 亿商演酬，发片跳票。38岁的萧亚轩 Elva 上次公开露面已是去年8月的事，当时曾经稍微聊到暌违将近4年的新专辑一事，他说2017年底前绝对会发，绝对，不然去砸川哥。经纪人陈振川公司。至今将近半年过去了，传出 Elva 的演艺事业面临严重瓶颈。今年2月，Elva 临时变卦放鸟富邦集团台北厂的尾牙，2月3日尾牙，他2月1日才突然通知取消，导致萧敬腾必须闪电上场救火。本刊最近也接获爆料，去年 Elva 就跟中国的主办单位敲定，预计4月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十多个大城市举行13场演唱会，没想到他竟又突然一句不唱了，导致一团混乱。